金沙滩无人幸福，在这里人们纵欲放浪，沉溺于灯红酒绿之中，生活奢侈浪费，肆意糟蹋食物，却无视因饥寒交迫倒卧在街边的乞儿。来佛，正是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一个幽深的夜里，一名老僧悄悄地出现在金沙滩的桥边。欢迎老大爷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干嘛？你快快！家里那些女人，老爷，别担心，交给我就行了。先生，我会记住的。哎呀，老爷，您这是什么话？尽忠职守可是奴才的天职，何言牺牲啊？哎呀，说得好，太好了。老爷，长夜漫漫，这万花楼的姑娘可不等人的。哎呀，对对对对对。等等，我给你看一样好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五三八。哎，这个是。这是牡丹姑娘的花牌呀、啊！哦，这不简单啊，老爷，您可是好不容易才挂到花魁牡丹姑娘的号啊！哎呀，等牡丹姑娘多么的不容易呀、啊！我等她整整3个月，才等到跟牡丹姑娘共饮的机会。538，对，老爷真的不容易啊，老爷，你可不能迟到，否则给别人插了队，占了便宜，那就不好了。哎呀，对，说的有道理，那我得赶紧走。哎，老爷，轿子就在后边。哦，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太好了，恭送老爷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是干什么呀？还不快走？是老爷，回去才好算对账，狗腿子。哎，老爷，我来了。快点！怎么走路的？你怎么不长眼呢？你，我不长眼。嗯，哎呦，我当是谁家奴才，没教养，没水准的？原来是李高才家的小六啊！你看那个穷酸样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么丑？啊，没事，一个狗奴才嘛，不长眼。你怎么骂人呢？你，我就骂你怎么着？我，你打架啊？少爷请。李高才。哎呦，我以为是谁呀、啊？原来是张大张老爷。张老爷好兴致，精神露重的。您不带加勇气抱歉享清福，反倒在晚上回楚寺的赶路。我这是出来锻炼锻炼身体啊。对，锻炼锻炼。对不起，我忘了。张老爷，您家是不是有只母老虎啊？是不是又给打出来说要花钱去青楼避难呢、啊？你说的什么话嘛？总比你两个绣清风抱根稻草要好吧？啊！老爷，他是穷的要命。层次不同就是层次不同。子曰：“为小人和女子难养也。”张老爷，声色犬马皆魔道，这个道理你总该懂吧？啊，这我不是没有女人抱，而是我不抱女人。对，不抱女人，这什么嘛？听不懂啊！老爷，我也听不懂，根本是对牛弹琴嘛，就是吧？有什么不同啊？有什么不同啊？真是的，这里面当然有大大的不同了、啊。哎呀，小六啊，哎，我想呢，就算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，他们也听不懂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也听不懂，我们的层次不同，层次不同。咱们废话少说。今天晚上明月当空，清风习习，如此良辰美景，我才懒得费事跟你瞎扯淡。小六，赶紧走。好，不送了啊。张老爷，
后会有期。哎，快滚滚滚滚滚，层次不同。你哎，了不起呀、啊，书呆子！我告诉你，哎、要不是我，展开，算了算了，不要跟他们吵了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现在啊，现在虚实了。虚实了，虚实了！我的牡丹姑娘，哎呀，我的牡丹姑娘，我等了她三个月的呀！快快快，走了走了走了！老爷，先上轿吧，先上轿吧！哎，快点，准备起轿了！老爷上轿，准备起轿了！这种差事真不是人干的。马良，哎，拜托你别吓人好不好，杏花？如果没做错什么坏事的话，我也吓不着你呀、啊。上哪儿去了？我都找不到你。哦，我去。什么事啊？夫人找你。老爷呢？哎，这老爷，快说，一个字都不许给我隐瞒。我，哎，夫人，我，哎，这，你说。他是不是又在外面又弄吵出了个窝了？没有，夫人，老爷他没有没有。你说他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？他去找那三只狐狸精也就罢了，他总不能把种偷了在外头，捧他张家的炉不来进我李家的香火吧？夫人，您看开点，老爷他心里一直有您呢。我还看不开呀、啊！我看不开，那三只狐狸精，他进得了李府吗？哼，说他入赘没面子，我给他场面，我给他赢钱，给他过足老爷的瘾。说我没生儿子，我也认了。有着他娶了这么多的妻妾，哼，我同样连个屁也生不出来。我已经都做到这个地步了，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爹娘，我对不起你们，你们给我留了这么大的家业，可是仍然香火无忌。老爷没有不满意啊，夫人，老爷是心疼您的。哼，哎，心疼我？夫人，这个本来不应该由我来告诉您，可是看到你这么不安，我就说了吧。老爷他……他怎么了？他……啊，他得了一个求子秘方。在城中山上有个月牙泉，有种传说，夫妻只要男方连着30天，夜夜到那个月牙泉去沐浴净身、焚香祷告，哎，就可以一举得男呢。所以这些夜里啊，老爷都出城去求子了。哎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您也知道老爷他怕不成功，您知道会伤心，所以一直没敢告诉您呢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要不然你可以去问老爷。哎，不用了。好吧，你去吧。是。哎，慢着。好。哎，你别跟老爷说，我知道这件事啊。哎，难得他这么有心，我们也就别辜负他了。哎，是。人呐，总是喜欢强求自己没有的东西。唉，
哎，快来买啊！快来买啊！要买要快了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要死我了！漂亮，真漂亮！好漂亮！来来来，给你看看。来来来，买水果。来，水看看。没见过，没见过。来，看那个果子。让开！让开，让开！快点，快点！让开，让开！快点啊！哎，停停停停停停！哎，姑娘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马良啊！哎呀，这一路颠颠簸簸的，真的都给颠散喽！哎呀，哎呀，你怎么找的？就在这边颠颠簸簸的。你等，老爷能睡个好觉啊？老爷。我也想让您多睡一会儿，可是我能等您，夫人可不能等您啊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夫人呢？夫人，夫人，我，夫人，夫人，好了，老爷你别紧张，夫人在府里。哦，好了，马来继续。我一早来接您，就得在夫人发现前把您送回去。要是夫人知道您一夜未归，那不行不行不行！对对对，你想得很周到，很周到啊，是吧？啊，对，周到，快快走走走，走了，继续赶路，继续赶路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哎，起驾了，起驾了，快点！你干什么？你故意的你啊？干什么你啊？哎，快点啊！好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快快快，走了啊，走，快点啊！停！哎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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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马良，怎么又停了？哇！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前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哎呀，是你不长眼吧？这前面你在带路，你往人群里面走，马良，这不是回不去了吗？啊，不行啊！是啊，要是夫人发现的话，哎呦，夫人现在快醒了！哎呀，别别别，那个乌鸦嘴，乌鸦嘴呀！哎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哎呀，人这么多，老爷出不去的。哎，马良，你快想办法！哎，就想办法，快想办法吧！哎呦，哎呀。哎，怎么办？再过两天我今天就到家了。如果老爷愿意啊，你让老爷用走的，你当老爷是驴子？来吧，我不是说您是驴子，我是说驴子的四条腿能跑得快。你闭嘴！没有了，都搞混了，都是你的，可恶的家伙！老爷，事不宜迟了，多了，快走，我走了，不走不行，走走走，老爷，我走，我走，哎，让呀让呀，坐下回去了。老爷。哎，快走啊，快走啊！看不到，笑什么笑？你看什么看？老爷没你不行哎，还快走！你给我记住，你给我记好了啊！不行，来一个！哎，别气啊！哎呀，让让让！哎呀，让让让！哎呦！我哎。哎呀，真是太美了！大家愿意买我的鱼，我很开心。我的鱼不贵，但要买我的鱼有一个条件。哎，这倒齐了，卖鱼还有条件？什么条件啊？我的鱼不卖给人吃。小姐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这鱼买回去不吃？那要干什么呢？啊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傍身。啊！傍身。小姑娘，你在跟我们开玩笑吧？你们仔细想清楚，要决定买去傍身的，我才愿意卖给他。啊，小姑娘，这样的话。可就没有人愿意买你的鱼了。小姑娘，你出来卖鱼不就是为了做生意吗？既然为了做生意啊，鱼卖掉就行了，何必管人家一定要放生什么的呢？我说，你让他们喊价，喊得越高越好，管他回去是放生也好，吃也好嘛。反正啊，你就不要管了啊，能卖就行了。下下不行，要确定买去放生的，我才愿意卖给他。否则，就算价钱再高。我也不卖。
哟，小姑娘，你在寻我们开心呢？小姑娘，我就出钱把你的鱼全都给买了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你要在我脸上镶一个。哎呀，你说那什么话你？你要不要脸呢你？你怎么那么色啊？啊？你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看吧。我当是谁呢？这原来是靠老婆发财的张大呀。不要笑，你怎么骂人呢你？我哪里骂人了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哎呀，你还敢说啊你？我可不敢说什么，我只是想要跟小姑娘买鱼。小姑娘怎么样，你的鱼卖给我吧。小姑娘，鱼不卖了，我都买了，我不要任何条件，听到了吗？不要任何条件。我也是纯粹买鱼，我买鱼什么都不用啊。我买鱼，你买，我买鱼，买鱼，你买什么买？大家都别吵了，买鱼放生本是件好事。这样吧，我的鱼也不多，没办法卖给每一个人，而这位老爷是第一位说要无条件买鱼放生的，所以我的鱼就卖给他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先把这个鱼啊拉进去处理一下啊。此女只因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见呐、哎。老爷、老爷、马良啊，我的好兄弟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看到一个好漂亮、好漂亮的女子啊，她的肌肤赛雪，眼睛就如明月，那秀发，那秀发。乌溜溜，乌溜溜！哎呀，他还告诉我怎么样啊？哎，你说话呀！啊，他到底怎么样嘛？啊，他还告诉我说，他教我美白秘方了、哎。真漂亮，好多人都为他争风吃醋，还挤破了头呢。什么？他们居然为了一个女人争风吃醋，丑态百出，还荒谬到要买活鱼放生？对啊，人多到都挤满了市集呢。哎，这世上为什么竟然有这么多庸俗之辈？他们难道就看不透美女丑女都是女人？凡是女人呢、啊、除了样貌和钱财之外，这儿通通都是一样，小心眼，爱吃醋，情绪化，个个都是麻烦，每个都要操心。不信你看，为什么那个卖鱼女不好好的在街头卖鱼，反倒要别人买活鱼放生？这行为有违常理。啊，依我看啊，我觉得这个卖鱼女，摆明在耍人。啊，小六，跟我跟久了，你也变聪明了。那是少爷您教导有方嘛。不过小六，啊，依我看，这件事情最荒谬的地方不在于卖鱼女要别人买活鱼放生的这件事上，那在哪？而在于真的有人信的要买他的活鱼。哦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呀，其实这个世上很多道理都很简单，可是这世人呢、啊，就偏偏看不透。也对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他们的见解都跟少爷您一样，那金沙滩上不就不止少爷您一个秀才了吗？哎，小六小六，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我跟你说的话你怎么老是记不住呢？是少爷您说过，做人要谦虚，书要多读，话要少说。可是我一想到张大他出钱把鱼全部买下来还沾沾自喜的蠢样，我就想笑。小六你错了，你不应该笑我的，而是应该同情的。同情他？对啊，
你想想，他整天困在女人堆里，在家里被老婆看不起，去妓院连那些青楼女子都得笑话他。堂堂男子汉大丈夫作贱成这样，哎，可怜可怜呐、啊！还笑，某某好了没有？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少爷，少爷，嗯。嗯，哎，走开！咦，哎，真不知道在你心里呀、啊，我到底算什么？哎呀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在我心里呀、啊，你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了啊！我看呐、啊。是我的钱最重要吧？哎呦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哎，有错吗？我看啊，错的是我，是我容忍你娶了三房姨太太。哎，可是我得到了什么？啊？换来的只是你对我的不闻不问，换来我自己伤心难过。你，笑笑，干嘛老是把自己往死胡同里逼呢？我往死胡同里逼！哎呀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来，坐吧啊，坐。哎，秀秀啊，咱们夫妻这么多年了，你又不是不了解我。外面那些女人呢、啊，我是一个都看不上眼的、啊，娶她们回来呢，都是纯纯粹粹要个孩子嘛。我张大没有无所谓呀、啊。我可以跟你清清淡淡、平平静静、安安稳稳、舒舒服服、安安心心的过日子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可是，可是什么？可是人言可畏。可畏什么？哎，你不知道那些族亲在外面讲的有多难听、啊。嗯，他们说你善嫉妒，没有妇德。不为列祖列宗着想，也不为咱们两个留个后嗣，这是，哎呀，让他们说就好了。那怎么可以啊？我难过呀。那你这段期间怎么老躲着我？哎呀，看你心情不好，可是我又想不出办法来哄你开心，我气我自己，我、哎哎、你这个蠢材呀、啊！哎，我这样难过还不都因为你？你要是经常来看看我，我还干嘛难过？哎呦，那你又不跟我说。哎，这还要教啊？我真的不知道嘛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我再给你捏捏啊。以后你告诉我就好了嘛。啊，来，谢谢马总管。马总管，谢谢马总管。哎，老爷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先出去啊！啊，先出去，哎，出去、啊！你们的工钱我待会儿再发。哎，走走走。哎，老爷，您还好吧？哎呀，能坏到哪儿去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嘿，这女人呐、啊，就是欠哄啊。哎，只要你啊掐准了那根弯掉的筋呐、啊，把它给顺直了，就没问题喽。不是我自夸呀、啊，要如何做得妥当，如何做得巧妙，这可是一门艺术啊！哎哎、老爷，您辛苦了。哎呀，是辛苦啊，不过也没法子，谁叫我吃他的粮，用他的钱呢？这安抚他也算是我的职责所在啊、哦、也好让我有好日子过呀。老爷，您说的有理，马良受教了。好了，先不谈这些了，我找你来是有事要向你请教。哎，不敢不敢、哎、我想追个姑娘。张安兄、别张安兄张安兄的了，你是军师，我问你呀、对呀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次啊我踢到铁板了啊。怎么会呢？
我这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从老爷的话听来，如此多人同时竞争，又遇到如此刁难的对手，难怪老爷会如此的烦恼了。哎呀，你说的那些废话我们都知道。哎呀，别急，重点还在后头呢。嗯，依我看，如果要突破重围，唯有让自己在众人面前显得特别。特别？哎，怎么特别啊？哎，俗语说得好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一定要先了解敌人的弱点，我们才能见缝插针，夺取先机。又是废话。哎，你才废话呢。别理他，继续说。首先我们要了解这鳗鱼女子的性格。就老爷所说，这鳗鱼女子的性格有两种。一，面对众人的竞价买鱼，她并不会因此提高鱼价谋取暴利。嗯，由此可见，这鳗鱼女子视名利为粪土，性格清高，不会被礼物所打动。嗯，第二，他的鱼呢，坚持不卖给人吃，而是卖给别人放生。如此慈悲的胸怀，如果要获得这女子的芳心，就要从以上这两点下手了。哎呀，有理有理呀，啊，纸上谈兵谁不会啊？做法呢？做法呢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做法做法呀，做法很简单。一，热情；二，浪漫；三，富有文采。热情、浪漫、富有文采。自古以来，凡女子谁不喜欢男子对她温柔体贴的？既然这女子不受金钱礼物所打动，那我们就掏出我们的真心，从小地方着手，让她打从心底的感动。她渴了，我们奉上茶水；她累了，我们端上饮子。张安，哎哎哎，快快快！姑娘，卖鱼卖得这么辛苦，喝口水吧。张安，哎，哎，姑娘请用。对呀，啊，对，杨兰，哎，椅子来了，小了一点啊。哇，啊，这个就没人想到了啊！我这我这我。但以上这两点呢，一般男子也想得到，所以如果不成，就必须迅速的进入到下个层次，那就是以你的温文儒雅的言谈，配合着鳗鱼女子慈悲的想法，与她攀谈，吸引她的注意。姑娘，你看这缸里的鱼游得多好啊！哎呀，就是因为这些人，你看这些人呢，为了他们自己的一己的私欲，口腹之欲，口腹之欲呀，啊！哎呀，把这些鱼杀了啃了吃了，这是多么残忍啊，多么不人道，多么不文明啊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先生见解倒与常人不同。你们看你们看，小姐过奖，小姐过奖了。先生您看，这鱼在缸中游，怎么游都游不出去，有了限制多么苦闷。正如我们为人，在凡尘俗世间有太多的困扰和烦恼，跟这条鱼一样受到了限制。每当我看到这条鱼，就想到了人，同样都是生灵，同样有烦恼，在买鱼放生的同时，放掉的岂止是鱼，而是人心底的桎梏。哎，小姐说完了。高见，高见，真是高见啊！姑娘真是高见。哟，这不是李兄吗？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啊，小弟刚巧路过此地，听到张老爷一番话，所以特别上前来问候。哼，真巧啊！张老爷，
您的见解真是让我耳目一新呢。你喜欢鱼吗？当然。喜欢鲤鱼？是呀。鲤鱼游在川海，自由自在。哼，这鲤鱼游在川海，难不成游在马路上啊？啊，你特别喜欢鲤鱼？当然。你刚才不是问过了吗？对鲤鱼特别有研究，谢谢夸奖。鲤鱼片来吃，味道最鲜。错，红烧的最好吃了。真的吗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哎，鲤鱼红烧味道最鲜。张老爷，您可是说出心里话了啊？这鱼放生干嘛？还不如红烧味道最鲜。那我倒想请问张老爷，刚才您那边放生的言论，岂不是违心之语吗？啊！就是嘛！哎呀，马良贤弟，昨日于街心偶遇老爹，得知你对当年之事挂怀于心，更知道你觉得对不起舍妹，无颜面对我们一家，因而远走他乡，甚至不愿意回家乡继承家业。看到令尊日渐叩楼的背影，我实在不忍，不得不下笔劝你。贤弟，当年的意外与你无关，你无需背负责任，以此自苦终生。马良啊，老爷马良来了，老爷请坐。哎呀，哎呦，你呀、啊、你哟、啊，老爷，哎呀，那个卖淫女子还好吧？别提了，惨败啊！怎么了？怎么想出来的计策呢？你真出的好主意啊，马总管。老爷，您没听那个卖淫女子倒水端椅子？水倒了，椅子也端了。您想到的，别人都想到了。那个椅子多到可以拿去卖了，你知不知道？那老爷，你没有跟那个卖鱼女子谈论鱼儿放生之乐？谈了谈了。哎，那一招还真是管用啊，我谈了之后啊，得到满堂彩啊。哎，只不过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呐、啊、哎呀，破坏了我的计划，让我当场出丑颜面扫地。哎，老爷，其实这不能怪你嘛，谁叫你刚才的？谁给我谈起他的名字？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哎呦，我这脸是丢大了，以后叫我在城里怎么行走啊？哎呦，老爷，您别，哎呦，马良啊，你要帮帮我的忙啊！啊，我，哎呀，帮我想办法呀、啊！老爷，兄弟，就靠你了，我，好好加油！哎、老爷，就靠你了。哎，你逃逃哪去啊？你可真邪门呐、啊！今天怎么抓不住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夫人，老爷从外面带来好多活鲤鱼，说是准备放生的。这个缸里也养不了那么多，所以想抓两条鱼红烧。哎，抓鱼就抓鱼嘛，弄成那么大声响。我想抓他，可是他不让我抓。哎。好了好了，别抓了。老爷不是说嘛，这些鱼啊是买来放生积德的。哎，一会儿啊，把这些鱼统统带到溪边放生去，啊！啊，夫人，哎，就这么办了啊！哎，无论如何你要想办法，我希望能够再娶个妾回来，我们好好谢谢你的啊！老爷，你又想娶个妾回来啊？嗯，上次夫人才说话，除非三房姨太太帮你生个孩子，否则，所以我叫你帮我运筹帷幄计划呀。老爷，你可真看得起我啊！好好想想办法啊！老爷，老爷啊，好好想想看，该怎么办吧啊！老爷，老爷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干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我是要告诉您，那个卖鱼的女子来了。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快快！马良，快来啊！马良，快来！小梅，快来啊！小梅，等等我！快来啊！小梅。小北
小梅，小梅。姑娘你好，在下张大。在下，干啥了？心动了？不要怪我没先警告你啊，那块香肉是老人的，你再怎么想也只能一旁流口水，晓得了吧？哎，快点呐、啊！哎嘿，老爷，马上来。好，好，别慢跑了。谢谢大。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要想办法，我希望能够再娶个妾回来，我会好好谢谢你的啊。那一块香肉是老爷的，你再怎么想也只能一旁流口水。哎，夏明年。哦哦，哎，这哦，这是吧？哎啊，这哎哎呀，我说夫人呐、啊、这你的肩膀最近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那么硬啊？啊！哎，你说说看、啊，我怎么能够不硬哦？哦，这十八家当铺，六间客栈，八家饭馆，还有三省十八县的账本，我都得审、得批、得看。你倒是说说看，我的手怎么会不硬呢？真的，夫人，你也够辛苦的了。不过我也说了。你别把责任老是往自个儿身上扛嘛，这人呐、啊、该歇的时候就得歇着啊，累出病了怎么办？这犯得着吗？这个哎，张大，哎，我说你是在说风凉话啊？这休息我怎么休息啊？我放着客栈、饭馆的生意不做让他保啊？我呀可没那么傻，现在能靠的也就是那么点钱财哎，不然我还能靠什么呀？你能给我什么保障？我，哎呦，夫人啊，你何必这么说嘛？我是关心你。哼，关心关心，你啊，嘴上说的好听，为什么不来帮我？啊，我呀，带着钱财跟你张大做夫妻还不够，哎，还得要替你撑持家业。我要是累出病来啊，你得负全部责任。啊，这。夫人，你也知道吧，是不是？我对数字这玩意儿是一窍不通的，而且，哎，你这是干嘛嘛？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！你，哎呀，好好好，新奶奶，别啊，别啊！哎，哎呀，哎，张大，哎，你最近好像蛮有空的嘛？啊。你怎么这么问啊？你来的挺勤的。哎呀，你不是说了吗？你上回告诉我说，哎，只要我多来看你，那你就不会难过，不会生气了，那我不就过来了吗？哎，张大，嗯，我听你说你买那些鱼是要放生的。哎呀，我看他们呢，统统挤在一个缸里头，连气都喘不过来了。哦，我就叫人把他们全给放了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歇一会儿啊，眼睛闭一闭，我要帮你啊，好好的敲一敲啊。老爷，干什么啊你们？走，走啊你！走啊你！放开我！哎，走！给我坐下！哎，老爷，你们
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哼！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马良，老爷，你逼着我啊？没有啊，老爷，我没有逼着你啊。哼！长安，哎，念给他听听，听好了啊。本月初二巳时，老爷上厨房寻找，结果马总管刚刚离开。本月午时，马总管在总管房里发月份钱，老爷寻找，结果马总管突然拉肚子上茅房，老爷扑空。深夜了，老爷派遣张安，也是本人我啊，上总管房里召唤马总管呢，深夜出外收账。你说这巧不巧？巧不巧啊？你是不是逼着我啊？老爷，我真的有事啊。有事？有事谁会大半夜出去收账的？你说是跟谁收账的？哼，你这根本就是分明逼着老爷，你这个居心何在呀？你真是的。你等等，老爷，我是真的有事去忙啊。有事？那你怎么解释亥时去收账的事啊？我不是去收账的吗？老爷，你看他说出来吧，他分明就是逼着你，他分明就是有心。你急什么啊你？老爷，借不说话，请。老爷，我不是去收账的，我是去付钱的。嗯，记不记得老爷上次在万花楼时的那老鸨找上门来，差点给那杏花撞到。啊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了啊，我知道了啊。这档事呢，就到此为止，别再提了啊。哎，算我误会你了，哎，没关系。嘿嘿嘿嘿嘿，兄弟啊，我上次拜托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啊啊，什么事啊？哎呀，追求卖鱼女的那件事啊，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什么这个计策呀？哎呀，怎么样嘛？老爷，我可得先问问你了，你对这卖鱼女子可有势在必得的决心？我当然有势在必得的决心呐，甚至可为这卖鱼女子付出所有，倾尽全力。我愿意为她付出所有，倾尽全力呀，甚至也不怕被李高才笑。李高才？李高才是什么东西啊？敢笑咱们家老爷？对，他什么东西啊？他敢笑，我让他好看。真的？甚至不怕被夫人责怪？哎，我说马良，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真的吗？夫人好了，马良，你敢骗我？老爷，我没有骗你，可是你看，我才提夫人的名字，你连站都站不稳。要是被夫人知道了，他一定会大发雷霆的嘛。哎呀，那我就惨了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老爷请坐，让我慢慢跟您说吧。你走开呀！老爷啊，其实我也不想跟你这么说，不过这卖鱼女子的品貌俱佳，个性十足，真是个人间尤物啊。是呀，不过我们也不能不顾夫人的感受，对吧？要是她知道了，一定会大发雷霆。所以老爷啊，你要不要重新考虑考虑，为了这个卖鱼女子冒这么大的风险，你值得吗？这我，哎呀，之所以老爷拜托你马总管，也就是因为你足智多谋，有办法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对对对对，马良，马良，对对对，马良，马良，哎，你对夫人是一向有办法的，我不管，你得帮我解套，顺利取得卖鱼女。